你们告了什么人？妈的，狗东西！我劝你们多管闲事！什么叫多管闲事啊？你们光天化日把人套在想干嘛？你找死是吗？我们再等等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我是你大爷！是吧？干什么？说你狠，老子去把自己家先记住，该走走家，走走哪里去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给我发现，你烂我手里了，你们谁也逃不了了。我是狗东西，这事不关己，勾勾挂起。你又是哪条河的鸭子啊？管那么宽！回答来！什么叫哪条河的鸭子？我是这个村里面的保安，你们来到我们村里面了，作案伤人了，你还在这里给我嘴硬？今天你挡了我们的发财之道，老子还没跟你算账呢。这万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不要做到这么急。你看这样吧，你看现在大家都相安无事，你放了我们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找了阳光道，我们找我们独木桥。就是。哎呀，放着你们，你觉得可能吗？现在你立刻马上就把那女孩给我放过来。好，我把那女孩还给你，你那你就放我们走啊。给我老实一点，你不要跟我讨债还债。我告诉你，行了，我跟你讲，老子今天打不过你，那是技不如人。现在这个女孩子我也不要了啊，就还给你，就当作送你个人情。现在立刻马上把我放了。我放了你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们谁也不能逃。你跟我们这种人过不去，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我操你这种人！你把他给我叫醒，那我叫醒他，那你就马上帮我们找啊！少跟我啰嗦，少爷干什么？什么情况啊？这个男的刚刚在后面偷袭你，我一转过来呀，没想到这个女人那么狡猾，那个大姐就套了我，还好保安出现了，把我们解救了，不然要我们得逞了。没有。你想干嘛？没干嘛，还想干嘛？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们就是个人贩子。哎，保安，没有，别打了。不是，我还要讲什么狡辩呢？不是，你看他们都没事了啊，咱们也相安无事，那我们就回家煮饭吃了。咱们就没事了，打了还说没事。今天那个渣子回不去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有一个很好的地方你们可以去，一个管吃管住的地方。就是狗东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有大把的兄弟，要不然我们等一下叫到东西来，把他们全部打死了。还有兄弟是吧？到了警察局。嘴巴有没有那个骨头硬？行了，今天老子落在你们手上，阴沟里翻船也没什么话好说。现在我只求你把我老婆给放了，所有的后果我自己一个人承担。子来的是吧？还懂得保护你老婆？那行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们两个都是一鹤之秋，谁也别想逃得法律的责任。你刚不是说你外面还有兄弟吗？今天你们都已经是我们手下败将了，你那兄弟他们一个个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。狗东西，你有完没完？我没打了几天，没打几天我就要将你们绳之以法，以绝后患。你们有什么话就留着去跟法官去说。你俩过去作证，
让他们把老铁给做出去。老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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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